孙玉涵话：关注渔护署职员被蜜蜂针死，劳工处会跟进处方嘅责任等。港铁今年两日提供半价乘车优惠，搭东铁线过境都适用。秦刚话：涉港、涉疆同涉藏等问题，关乎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各位爱廖淑仪，一个渔护署职员工作期间被多只蜜蜂针亲之后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对事件非常之关注，劳工处会跟进，包括处方责任等。对于工作间，即系话唔理咩工作场所咧，都有要求嘅。其实个基本要求就系确保咧佢哋得到适切嘅保护啦，系咪？即係令到佢哋工作期間可以一個安全可靠嘅環境去工作，但係就要真係要跟翻當時嘅環境去睇嘅。咁我哋都會勞工處都會去跟去睇啦。因應佢嘅工作間有可能出現嘅一啲危險嘅情況或者一啲風險嘅地方咧，都要僱主幫佢做好準備嚇，確保僱員做嘢嘅時候咧有個安全嘅環境。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下星期一實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指引并非是不可改变，可以按实际情况调整。关键点咧就系嗰个指引唔系铁板一块嘅，即系有一个清晰嘅界定，就讲几时系黄色，几时红色，几时黑色。咁你要个雇主要根据个现实嘅状况去做吓，黄红黑个具体对应嘅鼠疫指数嘅指标咧，唔系一成不变噶嘛。今天我哋行咗啦，咁過咗一段時間，經過實際嘅操作，根據經驗咧，咁我哋可以去調整啊。即係呢個，我覺得呢個關鍵喺呢度。所以呢一刻，我哋覺得最重要咧，先推出咗一個制度出嚟，就有咗呢個黃紅黑嘅制度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基於呢個制度將佢優化。港鐵今明兩日提供半價乘車優惠，涵蓋東鐵線來往羅湖同落馬洲嘅過境車程。乘客包括长者、学生等，用八达通或者是以二维码搭港铁、轻铁和新界西北的港铁巴士，只需要给半价车费。优惠可以同转乘、特惠站和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同时使用。不过就不包括搭东铁线的头等车厢、机场快线和港铁的接驳巴士。港铁去年因为延误事故罚款大约1亿，港铁定出四日推出半价优惠，当中有两日是上个月八号和九号。有市民说会同屋企人出外庆祝母亲节。Mother Day 嘛，梗系会出街啦。去更加远，可能去啲大屿山嗰啲地方咯，行下咯，大家系啦，应该平嘛噶，车费系啦。而家啲车费咁贵，系啊，咁最好就即系成日搞咯。不少港人都希望可以住大啲，不过现实呢就是越住越细。根据官方统计，去年面积215平方尺以下的纳米单位新供应有超过1000伙，属于有纪录以来新高。本身同家人一起住在屯门的杨先生，因为在尖沙咀翻工，所以打算搬出市区自住。这一日他就来到九龙大角咀物色细单位。新淨我覺得都緊要嘅，放工翻到嚟感覺都好啲啦，同埋有會所咯，會 concern 啊，我 concern 即係都係有所有做下 gym 啊咁樣，咁有露台咧，我覺得都好正嘅，即係晾衫啦，同埋感覺開揚好多。呢個屋苑淨係放租嘅細單位唔算多，好似呢個面積約250平方尺嘅租盤，叫租15000蚊。楊先生初步滿意單位樓齡、裝修，但因為略為超出預算。所以仍然要考虑一下。发展商近年积极兴建细单位，据差估处数据，面积少于215平方尺的超细单位，由2015年仅仅79个新供应，升至去年有超过1000个，短短8年升幅超过11倍。政府在2021年12月宣布在卖地条款中首次设立最低单位面积的规定，
其后再扩展至所有政府卖地、一铁一局项目及私人住宅发展的换地都适用。预计最快2025年开始，意味不足215尺的纳米本身供应将会大大减少。2019年開始，政府分階段陸續都放寬按保樓價上限，可以揀多些在二手市場一些叫做中型的大單位或者430尺以上的單位。另一點呢，就是講緊近年的資助房屋的供應，政府都很銳意去增加的。基層的市民都不需要說逼住要買一些很小的私樓，變成這兩個原因之下，就令到將來的納米樓的迫切需求是減少了。今年截至2月431平方尺以下單位落成量已經超過3000個，陳海潮預計以這個趨勢，今年有機會突破10000個，但相信已經接近見頂。无线电视记者简永信报道。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继续在欧洲三国的访问，在最后一站挪威提出中方在涉港、涉疆和涉藏的问题上原则立场，强调这些问题事关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挪威首相斯特勒星期五在首都奥斯陆会见到访当地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秦刚表示，中方赞赏挪威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以务实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双方亦都有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秦刚同斯特勒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访问的时候说，中方期待同挪威政府合作解决有关问题。China will send its special envoy to Ukrain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we will send him.To Norway, or we will give our Norwegian friends an update in Beijing.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in the peaceful political solution. 挪威首相办公室发声明说，斯特勒向秦刚表示，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等议题上担当重要角色，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上不可能不同中方紧密交流和合作。但挪威同时都关注新疆人权状况以及香港的发展，促请中方和挪威一同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秦刚同日亦都会见挪威外交大臣维特费尔特，并举行联合记者会。秦刚指出，中国政府为保护人权做出了不懈努力，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事关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利用这些问题在中国制造不稳定。他又强调，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反分裂斗争，中方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希望实现和平统一，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正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和有些国家对台独的纵容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外界关注中方可能派军舰到北极，秦刚作出否认。我没有听说过中国说过要成为一个北极的大国，我更没有听说过中国将向北极要派遣军舰。中方是一贯的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秦刚又表示，各国应该在和平利用北极资源、保护北极环境方面加强合作，而这种合作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对抗影响和阻碍。他又说，中方愿同挪威一起保护好北极这片净土。维特费尔特就说，中方在减少核威胁上扮演关键角色，促请中方继续同拥有核武的俄罗斯交涉，要求俄方减少核威胁和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路透社报道，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会后声明将会包括中国被指经济胁迫的内容。七国集团峰会下星期五开始，一连三日在日本广岛举行。报道引述知情的美国官员说，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其中一段内容将会特别针对中国，包括关注中国在海外使用经济胁迫手段和其他行为。另一份涉及经济安全的声明将会说明利用一些工具，包括加强七国的策划和协调，反制中国威胁。
七國財長會議昨日在日本新式舉行，美國財長耶倫表明會討論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脅迫，並如何減少依賴中國。中方強調中國是美國經濟脅迫的受害者，敦促七國集團不要做經濟脅迫的同謀和幫兇。巴基斯坦前總理伊姆蘭汗獲准保釋離開法院，前往家鄉拉合爾。處理伊姆蘭汗案件的伊斯蘭堡最高法院保安森嚴接載他的車輛星期五夜晚離開法院，他在車上說警方以安全為由將他運在法院三個鐘頭。伊姆蘭汗星期二遭反貪機構拘捕之後，全國多地都有他的支持者上街抗議，爆發警民衝突，造成至少十個人死亡。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反貪機構對伊姆蘭汗的拘捕屬於非法，下令釋放他。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會有其他消息。翻嚟新闻时间，观塘一间珠宝金行寻日被独行的贼人企图行劫，警方九个钟之后破案，在牛头角拉了涉案的男人。消息话怀疑他因为欠债而犯案。被捕男人46岁，由观塘警区重案组人员押翻去牛头角下村的住所搜查，检走一批涉案的衣物。消息话疑犯任职保安员。案发寻日下昼1点几。由觀眾提供的片段見到穿著連帽外套、戴太陽眼鏡和口罩的男人衝入金行揮錘敲打玻璃色櫃，不過未能打碎玻璃。金行職員上前阻止，疑匪事敗逃走的時候背囊亦都被職員搶去。遇劫的是密華街49號幸福珠寶，金行沒有損失。消息說涉案的男人挨晚向警方自首，他涉嫌管有仿製槍械和行劫被扣留。消息說政府計劃收緊商用車司機續牌的要求，年滿65歲要每年做一次身體檢查，有的士和小巴業界憂慮會加快人手流失。現在70歲或以上司機要每年或者每3年體檢才可以續領駕駛執照，包括要醫生確保司機沒有可能引致暈倒的高血壓，沒有未受控的糖尿病，視力和聽力方面仍然適宜駕駛。不過因應近年多宗交通意外涉及年長司機，當局計劃收緊年長商用車司機續牌要求，體檢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並且要1年1檢。體檢證明書亦都會標準化，列明需要檢查的項目，例如驗眼、肌肉反應等等，亦都會為醫生發指引點樣具體做檢查。另外新列明夜盲、有心臟起搏器等等都不能夠續牌。有小巴和的士業界說新的檢驗項目令到體檢費增加1倍。而家就做呢啲咁普通嘅檢測咧，喺普通醫務所裏面咧，就由200幾蚊咧，去到400幾蚊不等嘅。因為化驗已經係幾百蚊噶啦，咁如果醫生要幫你驗埋眼啊，睇埋你啲肌肉啊，手動嘅活動能力好唔好啊，幫你細心啲睇嘅話，又要幫你簽認證嘅話咧，可能亦起碼都去到700幾、800幾蚊度啦。他引述政府當局說會補貼額外費用，但是未有細節，又估計收緊續牌要求將分別流失大約20%小巴司機和5%的的士司機。另外現在如果懷疑司機身體不好又拒交驗身報告，處方只能夠在續牌的時候處理。消息說當局亦都打算修例，司機拒交報告最嚴重可以停牌。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要列明什麼是合理懷疑。我又怕你去到另外一個極端，將來有人搭的士，覺得個司機冇禮貌，咁咪整蠱佢咯，即刻去舉報，話我懷疑佢有糖尿病，冇食藥，佢係一定要有啲證據，咁咪證據你要講得清清楚楚，如果唔係你唔會處理嘅，揭發人啦嚇，一定要自己都要作出一個聲明，佢嗰啲嘢唔係虛假嘅。据了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下星期五开会讨论。无线电视记者李由坤报道。
今年是雄安新區設立六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來視察，說新區從無到有堪稱奇蹟。雄安站是雄安新區第一個落成的大型基建，啟用兩年半以來，每日都有14班列車往返北京等地。我們記者陳卓康去雄安新區看過。我們從北京西站出發，登上復興號列車，時速最高350公里，大約一個鐘就到雄安站。站入面的打卡位有這個千年輪，要1000年才會轉完一圈，寓意建設雄安新區這個千年大計的定力和耐心，以及只爭朝夕的速度。而驗票口就有以24節氣為主題的詩詞，还有我们的雄安站的牌匾，它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它里面的灰色纹理的这一部分，它是用4公斤鸭蛋壳敲碎了镶嵌到里面的。它的纹理呢，有小鱼、水草、野鸭子这些白洋淀的抽象元素符号。雄安站在2018年动工，耗资300亿人民币，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相当于66个标准足球场。2020年底投入使用，规划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交通枢纽，连接天津、山西、山东等地，地底亦都预留了空间接驳地铁。大部分的设施仍然围封，尚未启用。现时每日有14班车往返大兴机场和北京西站等。现时西九龙是没有直达列车去到雄安站，不过如果是去雄安新区，可以坐 G306 班次在白洋淀落车，车程大约是9个钟头42分钟。有更多的车次去全国各地嘛，会更加的方便。雄安毕竟是一个挺好的地方，发展也比较有那个前景，建设的肯定是越大越好。目前因为还是相对来说人流量还不够，最主要还是怎么把这个后面的配套这一块再更完善一些，就最好了。想找个停车结果不行，也没有指示牌。至於車站周邊仍然是農地，西邊廣場的商業及酒店用地早前公開招標，投資估算大約91億人民幣。無線電視記者陳卓康在河北雄安新區報導。四川汶川大地震15周年，當地地震重災區舉行悼念活動，而當年的幸存者現在是怎樣生活呢？一起看看。在排舞室上翩翩起舞，38岁的廖智毕业之后在四川担任舞蹈老师。1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所住的大厦倒冧，他被困近30个钟头之后获救，但是一对小腿要截肢装上义肢。但是因为地震了之后才没有办法继续从事之前的职业，但是因为对舞蹈还是很喜爱，所以就把它当作一种业余爱好，一直在热爱着。义肢并没有限制他的梦想，除了多次登台跳舞之外，他更加在一个舞蹈节目当中遇到做义肢工程师的终身伴侣组织家庭。2008年只有12岁的胡月，大地震的时候被困在废墟下，获救之后亦都失去左脚。康复之后尝试各种的极限运动，去年参加了北京冬残奥开幕式表演。他亦都因为常在着义肢玩滑板，甚至各种高难度活动的片段在网上备受关注。我觉得这15年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然后以前其实在上学期间我们大家都是不敢去穿短裙短裤，但是到现在到这几年，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逐渐接纳真实的自己。汶川大地震15周年，在当年造成超过50名师生遇难的影秀镇船口中学，各界来到遗址献上鲜花悼念。当日下午的8级大地震造成近7万人丧生，18000人失踪，30几万人受伤。无线电视记者曹嘉颖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登上新一期的《时代》杂志封面。封面有关标题就引发外务省要向杂志提出交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受美国时代专访，并首次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杂志用的标题是日本的选择，首相岸田文雄欲摒弃数十年和平主义，令日本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日本外务省随即就标题提出异议。
时代之后将网上版标题改为一直抱持和平主义的日本试图在国际舞台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外相林方正星期五说，外务省只是指出标题和文章内容明显不符。共同社引述政府官员说，是时代杂志决定修改标题字句，但亦都有传媒报道外务省曾经向时代提出反对意见。事件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有民众认为是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强国，作为奖赏被岸田登上时代封面。亦都有民众连带批评日本政府加税来增加防卫开支。岸田去年年底宣布计划未来几年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并以加税作为部分资金来源，涉及个人所得税等税项。民调显示过半自民党支持者反对加税计划，有在野党派议员批评政府做法加重民众负担。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同中国建交不足两个月的洪都拉斯表示即将同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洪都拉斯外长雷纳说，期望透过谈判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是对洪都拉斯货品打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好消息。雷纳说，首批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将会是咖啡，两国亦都正评估未来向中国出口虾和蜜瓜。又说中国表示对洪都拉斯的牛肉和香蕉以及其他产品都有兴趣。洪都拉斯三月底和台湾断交，承认北京。雷纳承认洪都拉斯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和北京建交是基于经济考虑。各位外容家要先看一些国际新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欧盟外长会议支持调整对华政策，避免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又说如果中方不推动俄罗斯由乌克兰撤军，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就不会正常发展。欧盟外长在瑞典召开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后表示，与会者支持欧盟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倡议，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It's rival, partner, and competitor. And there is a key word which is engage. We have to engage with China in many fronts for many different issues.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compete with China and to decrease our dependencies when these dependencies become too big and so risky. 他指出，现时欧盟在太阳能板等关键技术上变得更依赖中国，甚至超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又说欧盟需要构思怎样落实减少依赖中国，并且需要时间检讨所有对华经济关系。但强调这样不是脱欧，而是要以公平方式取得平衡，避免在一些关键范畴上出现过度依赖的情况。博雷利亦都提到俄乌战事，他呼吁中方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On Ukraine, the European Union-China relations will not develop normally if China doesn't push Russia to withdraw from Ukraine.欧盟对外行动处的相关倡议文件是在外长会议前呈交各欧盟成员国。文件并附上博雷利的信件，解释欧盟需要对华重新定位是基于三大理由，包括中方在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上有更大的改变，中美竞争对所有政策范畴的影响加剧，以及中国是地区和全球议题的主要参与者。欧盟官员在整合倡议内容之后，会交由下个月举行的欧盟峰会讨论。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访问德国期间，对欧方声称的去风险表示关切，说如果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那就是在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呼吁欧洲不要将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政治化，不要人为干预市场行为。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在中国访问的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说在修复双边关系取得进展。
法瑞爾昨天在北京和王文濤會晤之後見記者，華雙方舉行一次熱情和具建設性的會談，會上提出各自國家關心的問題，而中國同意加快檢討對澳洲大麥徵收的關稅，亦都繼續推進緊，強調需要繼續堅持不懈才能夠消除這些貿易障礙。又說他在會上邀請王文濤訪問澳洲，對方亦都接受邀請。中澳兩國上個月達成協議，中方同意加快檢討對澳洲大麥徵收的關稅，澳洲就同意暫停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申訴。回來本港，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下星期一實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強調指引並不是不可以改變，可以按實際情況調整。關鍵點呢，就是那個指引不是鐵板一塊的，就是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就是講幾時是黃色，幾時紅色，幾時黑色，咁你要個僱主要根據個現實嘅狀況去做。黃紅黑嘅個具體對應嘅鼠疫指數嘅指標咧，唔係一成不變嘅嘛。今天我哋行咗啦，咁過咗一段時間，經過實際嘅操作，根據經驗咧，咁我哋可以去調整啊。即係呢個，我覺得呢個關鍵喺呢度。所以呢一刻我哋覺得最重要咧，先推出咗一個制度出嚟，就有咗呢個黃紅黑嘅制度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基於呢個制度將佢優化。港鐵今日同聽日提供半價搭車優惠，涵蓋東鐵線來往羅湖同落馬洲的過境車程。乘客包括長者、學生等等，憑八達通或者以二維碼搭港鐵、輕鐵同新界西北港鐵巴士，只是需要俾半價車費。優惠可以同轉乘、特惠站以及全月通連接車程75節優惠同時用，但不包括搭東鐵線頭等車卡、機場快線和港鐵接駁巴士。港鐵去年因為延誤事故罰款大約1億，港鐵定出4日推出半價優惠，當中兩日是上個月8號和9號。有市民就說會同屋企人出街慶祝母親節。媽的 day 嘛，梗係會出街啦。去更加遠，可能去啲大嶼山嗰啲地方咯，行下咯，大家係啦，應該平嘛啦，車費係啦。而家啲車費咁貴，係啊，咁最好就即係成日搞咯。老人家退休放低工作重擔，生活本身應該變得輕鬆愉快，但有部分老人家覺得無所事事，唔出現抑鬱情緒。由老人家經歷第二次退休之後，學識怎樣為自己規劃充實的生活，找回人生意義。頭兩個月很開心，即係唔使做啊嘛，日日瞓到好晏啦，咁點不知嚟嘅咧？之後咧就病啦，開始再諗深下咧，都係唔係啦？都係揾翻啲做下，咁一做翻又好似冇事咯啊！咁所以嚟嘅咧，第二次退休即係65歲啦，都諗住要退噶啦。咁咧，我之前咧就部署咗，即係話應該我退休要做乜嘢。咁所以變咗後期咧，呢次退休嚟計咧係輕鬆好多嚇。William 經歷過兩次退休，第二次退休嗰陣，佢就積極規劃生活，創立一間社會企業，招募一啲同樣較大年紀嘅人去做義工，為有需要嘅長者做免費家居維修工作，令生活變得更加充實。呢個係我退休之前嘅夢想嚟嘅，我係計劃咗我點樣有咩服務可以使到啲長者嚟計係更加能夠居家安老嘅嚇，初老去服務老老，呢個係我哋嘅成個項目嘅概念嚟嘅。我哋會教佢哋咧，主要嚟計就係有關嚟碗燈膽啦，家裝扶手啦，咁呢啲嘅基本維修嘅工作。上堂学习技巧之后， William 就会带同学员亲身前往长者屋企实习。呢一日佢哋就前往一个独居长者林婆婆嘅屋企，处理厨房天花板油漆剥落问题。好多年啦，真系我都唔记得几多年。初咧就系嗰个角落头唔影响到我煮食咧，我就一路都冇理佢啦。哇，后期咧我真好似蚂蚁搬家咁啦，煮餐饭。咁啊，依邊冇漏喎，咁啊，今日擺依個爐喺度煮，啊，依度漏喎，咁我就擺過嚟依度。其實困擾咗好耐，又唔識揾邊個做。
你會覺得係好開心，因為第一你就話可以幫到人啦嚇，咁你係攞到滿足感，你有個喜悦喺度。另外一樣嘢，你好感恩就係話，我仲可以做到而家。William 希望能夠在退休階段繼續服務更多人，活出精彩人生。無線電視記者林志偉報道。國際方面，泰國聽日舉行大選，泰國人團結建國黨和惠泰黨等等多個政黨舉行選前最後一次造勢大會。提名三個候選人角逐下任總理的最大在野黨惠泰黨在曼谷舉行集會，其中一個候選人流亡的前總理他信的細女貝東丹生分娩之後第一次出席造勢大會。他說如果他們三個人當中任何一個人當選總理，都會獲得其餘兩個人的支持，直到兌現所有向選民作出的承諾。總理巴育所屬的泰國人團結建國黨亦都舉行造勢大會，巴育向支持者說不希望出現令國家翻天覆地的改變，因為沒有人會知道這種改變會衍生什麼後果。民調顯示泰國人團結建國黨所得的支持落後於惠泰黨和前進黨，但由於總理是由國會上下兩院750個議員選出，而上議院全部250席都是由軍方委任，分析就認為這個有利軍人出身的巴育連任。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據報計劃下星期停泊日本長期。日本朝日新聞引述消息說，尼米茲號戰鬥群將會在下星期五開始停靠佐世保美軍基地，如果屬實將會是相隔近九年尼米茲號再次停靠佐世保。報道說尼米茲號戰鬥群的軍人將會在日本舉行交接儀式，所以尼米茲號配合靠港，而當日七國集團峰會將會在廣島舉行。意大利出生人口連續14年下降，去年跌到不夠40萬創新低。教宗方濟各批評很多家庭寧願養寵物都不願意生仔。方濟各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星期五在羅馬出席人口危機會議，鼓勵意大利人生仔。方濟各致辭的時候說出生率下降表明未來缺乏希望，年輕一代被不確定和不穩定的感覺所迫，難以找到穩定的工，天價的租金和工資不足是真正問題，是一些家庭寵物正是取代小孩子。並且舉例說，有一個仔女要求他為他袋中的孩子祝福，但之後就發現所謂的孩子原來是一隻狗，這個令到他忍無可忍，憤斥那個女仔。意大利面對人口萎縮的問題，估計到2050年當地可能會減少近兩成人口。海南省的南灣半島生活了大量猕猴，他們是這裡真正的主人，但剛剛出世的一個馬騮仔竟然有意想不到的威脅。位於海南陵水縣的南灣半島生活了大量猕猴，所以又叫猴島。由於長期在這裡生活，他們已經熟知和大海的相處之道，即使在濕滑的礁石上檢食鮑魚螺亦都得心應手，當地人又稱之為海島猕猴。除了海岸線，這裡的森林覆蓋率達到 95%， 為猕猴提供了廣闊的生活空間和充裕的食物。南灣半島的猕猴種類獨特，而且總數有近2000隻，所以這裡被列為省級自然保護區。雖然受到人類保護，但是對於剛剛出世的馬騮仔來說仍然是危機四伏，因為猴群中的亞成猴對剛剛出世的馬騮仔充滿好奇，所以會偷偷帶走馬騮仔。
因为亚成后抱住玩的心态，又经验不够，每年都会有马骝仔因为这样而受伤甚至死亡。这次被拐的马骝仔最后被丢弃，几经辛苦终于找到母后，算是逃过一劫。这个妈妈以后要小心一点了。无线电视记者陈宇桥报道。一个渔护署职员在大屿山被蜜蜂针伤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究竟行山遇到蜜蜂嗰阵要怎样做才可以避免被针伤呢？一旦被针伤之后又应该怎样处理伤口呢？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睇。本港星期五接连出现两宗蜜蜂伤人个案，其中一宗的伤者送院抢救无效之后不治。有蜜蜂养殖场的原主说情况相当罕见。究竟被蜜蜂针伤之后致命有乜嘢潜在原因呢？有边一类人士被针伤之后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症状呢？本港星期五连录两宗蜜蜂伤人个案，其中一宗事件发生在朝早大约十点。警方接获渔护署职员报案，话一名64岁的渔护署男职员在芝麻湾郊游径近望东湾被蜜蜂针伤晕倒。被蜜蜂针伤的男职员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医护人员为他做心外压抢救，延至中午12点后证实死亡。消息指初步了解事主本身有高血压，当时一行五人在大屿山芝麻湾郊游径近望东湾一处的山坡植树，事主冇着保护衣，身上至少有4处被蜜蜂针伤，大约4至5分钟之后失去知觉，有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所见事发的山坡同山上的郊游径或者岸边都有一段距离，加上冇一条可以直接去到的通道，相信郊游人士不会轻易去到。事发之后，警方随即派员调查。即系啲蜜蜂区住，几多只？好多只。即系我唔知后面系几多只啦，总之系一群啦。系啊，一群蜜蜂追住。跟住到嗰度，佢就我唔系，我系跑紧个楼，跟住翻嚟，问发生咩事？佢俾蜂针，跟住我行咗佢，走开。我想问咧，黄蜂蜜蜂，嗰只系黑黄啦。黑黄哦。即系我啊，见到系黑黄啦。明白。佢话直升机到场之前，事主已经意识模糊。即系直升机未嚟之前已经昏迷啦，系咪真系冇乜意识嗰啲啊？真系冇乜意识咯。好，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非常难过，向事主同家人致以最深切嘅慰问，表示会尽力为事主家人提供所需嘅协助。根据渔护署嘅资料，过去3年总共有13宗渔护署人员被野蜂所针嘅报告。梁立德是养蜂园的园主，他过往不单止被蜜蜂，更加多次被黄蜂和马蜂针伤。他说今次的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情况罕见。通常呢针死人呢是那个人呢对那些蜂毒呢是非常之敏感，他才会出现这么强力的反应的。香港呢有很多不同的蜂的，有些是蜜蜂，有些是黄蜂，有些是胡蜂，有些是马蜂，咁好多蜂类都有针嘅，咁我哋嘅毒性咧都唔同嘅。蜜蜂嘅毒性咧系最少嘅，其他黄蜂、胡蜂啊、马蜂啊嗰啲嘅毒性咧系比蜜蜂嚟讲咧较为强烈嘅，而且反应都唔一样嘅。本港有超过40%嘅土地系郊野公园，唔少市民放假都中意去行山，点样避免遇到呢一种意外呢？我哋通常如果行喺一啲比较开阔开扬嘅地方啊。同埋即係唔係咁多树林，唔係捐落去啲树林嘅地方呢，通常都好少机会俾蜜蜂针到嘅。咁呢同埋我哋行山嘅时候呢，就尽量避免去捐入一啲比较树木比较多啊、雜草比较多嘅地方，即係行返啲平坦嘅路啦，同埋即係可能係有石屎嘅路呢就会安全嘅。他说蜜蜂对味道很敏感，行山的时候都要注意。其实如果我们去郊野公园或者去一些野外的地方，尽量避免去搽一些香水、喷发胶、香味的东西，还有
唔好着啲黑色嘅衫啦，可能会着一啲鲜色少少嘅衫啦。千祈咧就唔好攞只手咧去拨啲蜜蜂啊，或者系赶走嗰啲蜂咯，因为你唔知嗰啲系咩蜂啦，同埋咧你赶走佢咧，佢亦都会激嬲佢，佢会针你嘅。有攀山专家话，行山人士俾蜜蜂针颇为常见，但身体反应嘅严重性各有不同，蜂巢嘅位置亦都较难察觉。有啲喺树上，有啲喺一啲草丛嘅地方，好矮嘅地方啦。咁我哋行山嘅时候咧，可能比如用个行山杖啊，或者你系有啲朋友，尤其是系队友之前嗰啲咧，佢可能唔觉意摸到嗰个蜜蜂窦，咁咪出嚟针咯。咁有阵时行龙头嗰啲咧，就反而冇俾你针到，因为你行过咗啦嘛。咁但系可能行中间嘅第二三米嗰啲咧，就容易俾你针到，因为佢系出嚟要保护佢嘅家园嘅。咁所以就呢样有阵时真系，有阵时就真系好难避免到。佢建议行山人士尽量用衣物覆盖身体，可以增强保护。我行山咧都多数着一啲长袖衫、长袖裤，咁诶会好啲嘅。咁但系有阵时着短袖裤、短袖嘅衫裤嘅话，就真系好麻烦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咯。所以好多朋友都劝大家咧，就系如果行山咧，尽量就唔好着太少嘅衣物，始终咧可能有帽啊，有一啲长袖嘅衫裤啊，咁就算俾你针到嘅话咧，可能都会即系受伤机会比较低啲咯。有急症科专科医生话，香港嘅蜂类毒性唔高，直接因为蜜蜂毒液致命嘅机会比较少，通常系因为被针之后出现嘅过敏反应所致。如果一啲人啊，对于一啲嘅蜂类里面佢哋嗰啲毒液咧，可能有机会出现一啲嘅我哋所讲嘅严重过敏情况啦。咁可能会产生一啲，譬如话系过敏性嘅休克啦，血流骤降得好紧要啦，令到身体嘅血液灌输到啲严重要嘅器官系唔足够啦。咁或者系呢啲情况就话啲系过敏性所产生嘅气道障碍咧，令到嘅人咧好似透唔到气嘅情况出现咧，呢两种情况都可以构成生命有危险嘅。统计处嘅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本港有大约210万名慢性病患者，占整体嘅人口近三成。萧月忠话：如果呢一类人士被蜜蜂针伤，就需要加倍注意。如果有个人本身佢有啲慢性嘅疾病，尤其是讲紧系啲。可能是一些的不是稳定或者比较严重的冠心病情况呢，一些外来刺激，譬如一些痛的这种刺激，其实都可能有机会诱发了去一些的冠心病恶化情况，譬如例如出现一些心脏病发啦，心率不正常的话呢，那其实这些都可以构成一些的生命即时有危险情况出现的。如果真是不好彩刺激到蜂巢，被蜜蜂针又可以怎么做呢？钟建文话：蜜蜂会越打越多，最重要是保护头部，不要挣扎或者打它，就尽量咧唔好跑咁快字，即系好多朋友一听到喂蜜蜂啊咁我就走啦。咁因为蜂就好得意，佢就跟住你会走嘅，即系跟住你嚟针你嘅。咁好多时咧，我哋咧就好多朋友都讲啦，我哋就尽量踎低，踎低人啊，搵一啲我哋嘅衣物啊、帽啊或者背囊啊。衫裤啊，就保护翻个头先，同埋个颈一啲地方，唔好俾你针到呢啲咁嘅地方先。如果你系伏低唔喐嘅时候咧，佢就会慢慢就飞走咯。点样保护到自己？尽量搵啲衣物啊，可以包到个头嘅地方啊，咁样，咁然后慢慢就会离开嗰个地方咯。不过万一不幸俾蜜蜂针伤，萧月仲话蜜蜂嘅针会连同毒囊一齐留喺伤口嘅表面，伤者切忌直接用手触碰到毒囊。传统我哋喺急救教法咧，就用一啲硬卡啦。咁或者系你送用卡之后，佢俾啲胶卡的话咧，咁其实就系去挖走咗佢嘅。咁点解有咁嘅讲法咧？就因为咧，我哋唔好想直接用只手去揿到个毒囊咧，而令到产生毒囊里面毒液咧更加多，咁系会系注射咗身体里面咧，令到你自己个身体更唔舒服嘅情况比较多咗嘅。咁啊就咁，但系而家都其实有时如果真系冇咗卡喺度，你点做？咁其实都可以咧，你就尽量咧系避免接到个毒囊咧，就系纯系咧接起嗰、那个。揸住个针底嗰度咧，将佢掹就除咗出嚟都好嘅。另外，美国疾控中心指引，如果对昆虫叮咬有严重过敏反应嘅人，应该考虑随身携带俗称救命针嘅肾上腺素注射器，以快捷简单急救。一定系有啲严重过敏情况，嗰啲过敏情况系如果我哋唔能够及早去医治的话咧，咁其实对生命危险咧，先至系会有用嘅。因为如果只是从痛啊的情况呢，这些的都是救命不到产生的效果就不会有帮到他们的。这些是需要医生处方，同埋呢就需要一些的教导咗去呢，咁先至懂得使用嘅。
渔护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指出，渔护署署长梁兆辉对于离世员工深表哀痛。辖下郊野公园分署设有防治野蜂和户外工作安全指引等的措施，以提高人员的防蜂意识。时事多面睇，今集时间够了，拜拜。